今天的节目是必经的，而且呢，我们整个仪式呢非常庄严隆重。相信呢，各位所有看到的人一定会非常的爱，让我们震撼也好，惊讶啊！在此呢，衷心的祝福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完成，圆满成功，也祝大家财运万事大亨通。感谢各位，谢谢。今日好威风，陛下今日到此来，一来道喜。
李德总的总堂主李开松总堂主公明，来掌声鼓励。中国红人武先生五人总堂总堂主王振川大哥驾到，接驾，今自己来迎自己，满城杨将都到齐，英雄聚集桃园会，正式桃园有关张总堂主任意封天下，三山五岳万古扬，龙兄虎弟两边来，三番虎尾接下来。荣华社会好威风，马云哥弟吴寿平，狐狸兄弟今日接下来，大哥今日到此贺喜来，妖兽合同。总堂主，欢迎中国红人武先生五人总堂总堂主王振川总堂主驾到，谢谢。好，接着公平，中国红人武先生系年总堂副总堂主洪德根副总堂主驾到，接驾。桃园有花包总堂陈松书请驾来，副总堂主本是先福平脚踏莲花罗虎攀龙兄。龙华三会好威风，福雷兄弟来接驾，妖兽合合同。副总堂主，是。好，现在恭迎我们中国红人武先生信年总堂副总堂主洪德正副总堂主。中国红人武先生信年总堂嘉义堂魏志明堂主驾到，接驾。山摇摇来，水摇摇，未来科技齐到来。今日洪家开山会，有劳未来不天阶。总堂主本是英雄将，威风凛凛镇三纲。大家老妖两边排，战班部位接驾来。龙华社会好威风，个个都是龙武将，福雷兄弟来接下，标兽和合同。总堂主，是你。好，欢迎我们的中国龙武先生，信年总堂嘉义堂的总堂主，堂主魏志明魏堂主，谢谢。武先生，信年总堂张华堂。师归我堂主，驾到，接驾。我看一山，看二山，我看火龙，看虎山，两山各为一合招，五色山上欢迎有大哥，本是先苦你，脚踏莲花朵朵开，大家老妖两边陪，战班会加加油。荣华社会好威风，位位都是真英雄，笔下今日到此来，一来贺喜，二道连送别。接驾，接。好，恭喜我们中国红人武先生，我们信年总堂张宝堂堂主，师风火是堂主。接驾。李慧敏儿，唐世光，红衣英雄在中央。这次辛丑年八月吉日，中国红人武先生进年总堂，祝黄大哥进贤明明堂成立志愿。下年中国红人武先生进年总堂张化堂堂主师风火大哥进全体观众聚聚皆是军机制，聚聚构成好文章，愿我红人中国红人武先生万万年万万年。好，这一块是我们中国红人武先生新年总堂，我们张华堂的堂主
要送给我们新任的堂主，鸿运吉祥。还紧接着揭晓，中国豪门武三山信年总堂斗庙堂在正道堂主驾到，接着武圣三山大会开，大哥闪光天光彩，小弟堂前来接驾，礼节不周要海涵，龙兄虎弟两边排，正当护卫接驾来。鸿门兄弟好威风，个个都是真英雄，不论兄弟来接驾，妖兽贺儿童。大人请。好，有请我们中国豪门武圣山信年总堂斗庙堂堂主，我们的蔡正道蔡堂主。中国豪门武圣山信年总堂余宁堂堂主黄帝贤堂主驾到，接驾。说不言来，讲不言，说起不言问不言，堂主本是龙虎将，名实梁山义气高，大小老幼两边排，正方无畏接驾来。龙华称谓好威风，位位都是有才人，以下今日到此来，标售和儿童。堂主请。好，有请中国豪门武圣山信年总堂云堂堂主黄进贤驾到。好，紧接着接驾，中国豪门武圣山信年总堂台北马头湾吕一康马头湾驾到，接驾。亲自起来，您自己满城杨将都到齐，英雄聚集桃园会，盛世桃园刘关山，马头湾人力通天下，三山五岳万古扬，龙兄虎弟两边排，三门护卫接驾来。龙华盛会好威风，满园都是龙虎龙兄虎弟，余下今日到此来，不累兄弟来接驾，标售和合同。好的，请。好，恭请中国豪门武圣山信年总堂台北堂马头湾李义康，我们的马头湾驾到，谢谢。好，紧接着接驾，中国豪门武圣山信年总堂台中积水堂堂主周文俊堂主驾到，接驾。豪门有何不能参，千里收书请驾来。堂主本是先虎体，脚踏莲花佛祖山，龙兄虎弟两边排，战班护卫接驾来。大龙展翅挥着刀，龙归沧海凤来朝，以下今日到此来，雕兽何儿童。忽略忽略三忽略忽略兄弟来接驾。堂主有请中国豪门武圣山信年总堂台中清水堂堂主卓文庆堂主驾到。好，掌声鼓励。现在驾到的是全球豪门联盟总顾问国安局局长，我们的蔡德胜将军接驾。全球豪门联盟总顾问国安局局长蔡德胜将军驾到，接驾。三峡来水遥遥，未来兄弟齐到来，今日洪家开盛会，有劳未来不惊天，局长本次英雄将威风凛凛正三纲，大小老幺两边排，战班如卫接驾来。不累不累三不累不累兄弟来接驾，妖兽和儿童。好，局长请。恭喜全球豪门联盟总顾问国安局局长蔡德胜将军驾到，金将军到。好，接驾。
中央军事院校校友会理事长纪凌年少将驾到，接驾。我看一山，看二山，我看卧龙，看牡丹，两山更美一回中，五色山上万英雄。山高本是千古奇，脚踏莲花朵朵开，大小老妖两边排，战百万家家人。兄弟来接驾，标授浩和中。参军，起。好，恭请中央军事校友会理事长我们的纪连比上将到。谢谢。全球红色联盟主席团主席高建文主席驾到，接驾。五圣三圣大会开。大哥赏光天光彩，小弟唐玄来接驾，礼节不周要海涵，龙兄虎弟两边排，战班护卫接驾来。龙王上位好威风，个个都是龙虎将，不认兄弟来接驾，标手和和同。今天恭迎我们这个全球红门联盟我们的主席团主席高建文主席，是智源法师到。全球红门联盟顾问是智源法师驾到，接驾。亲自起来，您自己满城两将都到齐，英雄聚集桃园会，正式桃园由文章法师人力封天下，三山五岳万古扬，龙兄虎弟两边排，三班护卫接驾。一两心情天，专心者可人，恭喜社福发，社福财当前。法师。恭迎全球红门联盟顾问我们世纪元法师，恭迎您，谢谢。好，中国国民党云林县党部主委徐宇珍举出了刀，接驾。桃园有何花子开，千里说出请再来。主委本是先菩提，脚踏莲花朵朵开，同兄虎弟两边排，战班护卫接着来。兄弟来接驾，标授贺和同。对，可以。我迎中国国民党云林县党部主委我们徐珍主委，感谢您接驾。好，紧接着接驾。陈将军到。陆军官校校长陈良沛将军到，接驾。说不言来，讲不言。说起牧羊换虎羊，将军本是龙虎将，名驰梁山意气高，大小老妖两边排，正班护卫接驾来。恭迎陆军官校校长我们的陈良沛将军，感谢您。好，紧接着接驾。刘振雄理事长到。全球红门联盟顾问刘振雄理事长到，接驾。山摇来水摇摇，外台高地请到来，接着红霄开社会，有劳外台不进阶。李市长，本次英雄驾，威风凛凛正上岗，大侠老妖两边排，战班护卫接驾来。红门兄弟好威风，个个都是真英雄，不论兄弟来接驾，标授贺额头。李
李市长，请。恭迎我们全国红门联盟副会刘振雄理事长，请您紧接着接驾。全国红门联盟副会许军义副会，大接驾。我看山看老生，我看卧龙看牡丹，梁山更美意为重，我是梁山怪英雄，站着本色先国旗，脚踏莲花都抖开，大小老人两边排，正班位加加。欢迎全国红门联盟诸位许基义顾问，谢谢。中国红门武圣山信联总堂云林堂顾问团队首席顾问赖友俊首席顾问到，接驾。武圣山战大会开，大哥闪光千光彩，小弟堂前来接驾，礼节不周要海涵，龙兄虎弟两边排。上班护卫，接下来。夫人，夫人，三夫人，夫人兄弟来接驾，标寿贺儿童。报告，请。恭迎中国红门武圣山信联总堂云林堂顾问团队，我们的首席顾问赖永进，感谢您。武圣山信联总堂白公堂马头湾孙瑞荣马头湾到，接驾。亲自起来，您自己满城两将都到齐，英雄聚集桃园会，盛世桃园有文章，马头湾人义通天下，三山五岳欢舞扬，龙兄虎弟两边排，三班护卫接驾。Từ nay có chúng tôi đã có nơi có chốn, nay là lễ hạt hạ chày cho thằng cháu, chúng nó tốt đẹp hạnh phúc trong cuộc sống. Hào tố bình Trung Quốc Hồng Lượng 武圣山信联总堂台中堂马头湾孙瑞荣马头湾，中国红门武圣山尊师号许大哥、彭宝玉大哥、信联总堂乡长黄新德大哥到，接驾。桃园有我包子山千里收书请教恩，大哥本是先菩提，脚踏莲花我走开，龙兄虎弟两边排，站班护卫接着来。为台接驾，好奇心，位位皆是有才人，余下接着到此来，叩拜标送贺贺头。大哥，明天恭迎中国红门武圣山尊师好奇彭宝玉大哥，信联总堂我们乡长唐新德大哥，感谢您接驾。云一远道。您一声一言，您一声一言，大接驾。桃园有我包总参，千里收书请教恩。一言本是先菩提，脚踏莲花我走开，龙兄虎弟两边排，站班护卫接着来。红门兄弟好威风，夫人兄弟来接驾。好，恭请议员，感谢议员驾到，谢谢。五人总团总团组黄振川总团组，感谢您，谢谢。好，还有我们的中国武圣山信联总团副总团组彭德正彭副总团组，感谢您。还有就是我们中国武圣山信联总团我们嘉义堂堂主魏志明啊魏堂主，感谢您。Thank you.
Thank you.
旗，这个时间还小。好，接令旗，奉天承运，一等镖人功。新汉都招讨，合办武圣山，荆南决议，刘维兹特派任，陪唐黄敬贤为信年总堂银林堂堂主一职。此令立中国洪门武圣山总三子刘慧进，弘历岁次，辛丑年。三月二十七。好，接礼旗。好，受令。来，接礼旗以后，来，我请我们另外一位皇后要受印啊，请我们总三主把这个印呢，授给我们这个新任的皇堂主。受印。好，请拍照。哎，好，感谢各位。好，皇堂主谢恩。来，我们总堂主请就龙头位。好，皇堂主谢恩。拜过有罪忠义堂。三跪九叩来谢恩，今日拜乡提升王，启德扬名。不对不对，三不对。
好，我们受令旗还有受印完典礼完成，马上请我们的总山主，我们出香堂，恭送大哥出香堂，喜洋洋来笑洋洋，我送大哥出香堂，新女大哥站告别。忠义堂在这里呢，做我们的最高最高的见证。来，请我们总山主呢出香堂，恭送大哥出香堂，喜洋洋来笑洋洋，我送大哥出香堂，今日大哥站告别，洪家兴旺万万年，万万年。不出香堂红满天，洪家豪令旗昭显，不累兄弟来相送，他是香堂再繁衍。好，掌声鼓励，感谢我们总山主，恭迎总山主。我是五人总堂总堂主王振川，恭喜榆林堂堂主成立大会，希望鸿门遍地开花，万万年。你好，今天特别到麦寮来，恭喜鸿门麦寮堂成立，光大五圣山精神。大家好，我是中国鸿门五圣山李德总堂总堂主李开松，今天到我们云林堂来恭贺我们黄堂主他的就职庆典，这是也是我们五圣山的盛事啊！预祝我们大会圆满成功。大家好，我是林秀梅，屏东分会理事长，发扬鸿门胜利。大家好，我是罗嘉玲，发扬鸿门精神。我是屏东分会执事人员，恭祝云林堂成立，发挥鸿门忠义精神，赞！啊，各位，我们五圣山龙松虎弟啊，大家好，我是彰化县堂主施坤和，感谢各位哈、哦，今日来这个云林县啊、哦、啊，龙松虎弟哈、哦，大家一起来参政啊、哦、啊，谢谢各位龙松虎弟，发言。中国文化啊，忠义精神，谢谢。哎，大家好，各位云兄虎弟啊，这个我们今天能够恭逢其会，到云林来参加我们新年总堂的云林堂的成立大会啊，我是陆军官校前校长，今天我在这里表达我个人热烈祝贺之意，谢谢。祝福大家，谢谢。我们台南市两广同乡会啊、哦，特别来凌云这边来参加云林这个云林堂成立，我们欢迎，恭喜他们今天做热闹，我们非常的诚意，我们两广同乡会恭喜恭喜。新人今天来参加这个中国鸿门五圣山云林堂。成立啊，能够圆满成功，赞啊！赞啊！好，大家好，我是中国鸿门五圣山信年总堂，我是大师姐陈雅文。那么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中国鸿门五圣山信年总堂云林堂成立的成立大典，那么在此呢，也祝我们今天的云林堂的堂主黄堂主能够在云林麦寮这边开花遍地，然后呢，祝福我们今天大会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很高兴啊，今天来参加鸿门这个盛会，啊，大家有缘，非常高兴，祝福大家吉祥如意，阿弥陀佛。我在台北圣洁寺，在五指山下那圣洁寺，非常好的地方啊、希望大家到台北去呢，到汐止，就到我们那里去礼佛踏青，非常好，非常有灵气的好地方，阿弥陀佛。
大家好，我姓林，林哲喜，来自台北，非常高兴呢能够来参加中国鸿门的武圣山信年总堂云林堂成立的典礼，那希望社会大众呢多多支持，全面支持正能量，让社会提升，让台湾更好，世界更好，大家都好，谢谢大家，吉祥如意。大家好，我是许恩，在这里呢非常非常恭贺，也非常非常恭喜我们今天在中国鸿门武圣山信年总堂云林堂成立了，这个成立典礼真的不得了。还有呢更精彩的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晚宴，什么晚宴呢？那就是这晚宴很厉害啦，那就是扭转乾坤鸿音团圆晚宴。今天的节目势必精彩，而且呢我们整个仪式呢非常庄严隆重，相信呢各位所有看到的人一定会非常的这个感到很震撼也很惊讶哈。在此呢衷心的祝福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完成，圆满成功，也祝大家财运万事大亨通，感谢各位，谢谢。大师呢要送红包，感谢您。法师有赏，红包落地，兄弟要去买田之力。弯腰拾起大哥的大红包，天下粮草一千挑，满园各地步步高，步步高。谢谢大师。来，这个敬鱼条为什么是敬鱼条呢？鱼肉在昔日餐饮上是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但我们此鱼不是鱼，此肉不是肉，鱼头鱼尾在我们所谓的龙头龙尾，龙头龙尾是献给大哥，即歌颂大哥地位不可撼动。鱼肉除了这以外呢，肉在我们贵之为龙花片，谢意大哥用于表达我们观众对大哥之尊敬和拥抱大哥坐山河的纽带，掌声鼓励。敬鱼条，敬肉条。来呀，一二三，成龙，我和上海黄天狂，有人有意，狂言问，大哥黄鱼正。
洪家兴旺，万万年，万万年。第四位就是我们潘靖雅理事长，掌声鼓励。第五位就是我们王炳慧老师，哎，王炳慧老师，感谢您，谢谢。好，请这五位贵宾呢，请到台前来接受我们刘总会长特别准备的鸿门纪念金银币，啊，上面有我们总会长的头像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最高荣誉哈，感。颁奖，谢谢鸿门纪念币，哎呦，最高荣誉哈！好，感谢我们的总会长，感谢我们总会长，谢谢。好，第二位，林志福大哥，来，请上台。好，要我们刘总会长，刘博士亲自颁发这个鸿门纪念币给我们的林志福大哥，来，请拍照。好，谢谢。好，第三位，我们洪玉仁大哥，来，请上台。由我们刘总会长刘博士呢，亲自颁赠这个鸿门纪念币最高荣誉，致赠给我们的哎洪玉仁大哥哈，感谢您。好，请拍照，谢谢。好，谢谢您。好，接下来邀请我们这个世界联合总会的我们潘靖雅理事长，哎，请上台。接受我们全球鸿门联盟中国鸿门武圣山刘慧静博士呢，他这个致赠的鸿门最高荣誉金银币哈，哎，最高荣誉哈，来，请拍照。好，请看前面，哎，谢谢，感谢您啊。好，再来第五位，王炳慧老师，来，王炳慧老师，哎，请上台。好，请是。好，接受我们刘慧静总会长，我们的博士哈，送给这个鸿门最高荣誉的金银币，来，来，请拍照。好，请看前面。好，感谢感谢。好，哎，总会长是要送给我们的新任黄堂主，谢谢，忠义鸿门，掌声鼓励。好，请看前面。好，请拍照，谢谢。来，好，再鼓励，意气千秋。好，请看前面，请拍照。哎，太好了。好，意气千秋送给我们的黄堂主，感谢我们的林理事长，谢谢。各位好，我来自台北的张新芳，我是世界弘扬观光文化协会的执行主席。今天很高兴受本会鸿门武圣山的刘会长的邀请，来到云林麦寮参加新年总堂成立大会。我祝贺新年总堂大会，更把观光的忠孝人性精神发扬到全世界。将来鸿门的弟兄祝鸿门发展大展宏图，谢谢各位。大家好，我是高雄的黄文佑。哦，那我们恭贺呢新年总堂云林堂成立典礼呢，圆满成功。哦，大家都高兴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高雄的曾淑清，我们是由太极拳的一个总会出来的，然后我们恭祝这个新年总堂
云林堂成立典礼圆满成功，谢谢。哎，大家好，我是甘飞凤，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我们云林堂成立的典礼，希望可以发扬我们的忠义精神，给社会一个正能量。哎，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发挥忠义精神，发挥忠义精神，延续洪门文化，祝大会圆满成功，耶、yeah!今天理事长带着我们的旗下团队，有我们的越南选美冠军，我们的李玉轩，以及我们世界旗袍美后选拔邀请赛的冠军白兰小姐，以及我们的王品慧总监，还有我们的酋长，来到了鸿门全球联盟总会。作为一个云林的这个总会长的成立，在这边我们特别带来祝福跟问候，以及聘任我们鸿门刘慧静总会长来担任我们这个世界华人企业家联合会全球总会的荣誉理事长。世界华人企业家联合会全球总会今天来到了这个云林以及我们全球鸿门全球人盟总会呢，这个担任我们荣誉的总会长，在这边邀请了我们的旗下美后，有我们的越南小姐冠军，以及旗袍美后邀请赛的冠军白兰，以及我们的王品慧老师，以及会里面的重要干部潘龙俊理事长，特别来到这里为我们鸿门全球联盟总会的刘慧静理事长作为一个邀请聘任他来担任我们的荣誉总会长。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刘总会长，请大家拍拍手。我是全球鸿门联盟总会长刘慧静，非常荣幸我们潘总会长给我这个机会来担任荣誉总会长。我想以后有需要，我们全球鸿门联盟在全世界全各地来合作，来广泛的合作，我们愿意全力以赴来追随我们潘理事长。好，谢谢。谢谢我们鸿门的这个联盟总会的刘慧静总会长，相信有他带领着我们世界华人企业家联合会全球总会，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我们就能够把我们鸿门的精神，把我们华人的团结和谐精神能够同结核心在一起。我们在这边敬祝我们大家全球的华人能够满面春风，万事亨通，我们的事业越来越成功之外，也能够把鸿门的精神，世界华人的精神带到全世界各地的华人。谢谢。我们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我们来到了云林，我们鸿门五圣山的这个云林总会成立，在这边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国际旗袍美后邀请赛的这个评审委员我们的李玉轩呢是得到我们这个世界冠军的这个头衔哈，那我们请他来介绍他自己。哎，大家好，我是李玉轩，我是选美的越南冠军，那个亚洲选美冠军跟事业女王，很开心今天来鸿门云林的鸿门，也谢谢理事长范理事长带着我们出来，再感谢开心，谢谢。嗨，大家好，我真可以耶，真可以跟你来参加这个会，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拜拜。那我顺便这边介绍我自己公司的，在台中，在经典公司，我们是专业带来给大家健康美丽，欢迎大家来台中市华美世界1-139号一楼经典公司哦，爱美爱漂亮爱健康爱赚钱的找玉轩哦，我叫外面的那个人家也叫我 Kenny 玉轩都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变美变漂亮变健康就可以做公益的，大家欢迎大家来哦。好，这几位顾问呢要颁这个证书给我们的这几位上将，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还有我们的纪上将陈将军，还有我们的黄堂主，哎，是要开始颁了哈。好，
好，二正，好，稍息，不记你，好 ，OK 了，就这样，好，来，先分给第一位哈，好，先分第一位，那就是我们的广盛企业社吴盛奇，还有我们第二位林振仪，好，我们可能没有按照顺序的哈，就这样搬下去，不好意思哈，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哈。好，这是我们国安局局长颁给你们的。好，现在看我们纪盈年，我们纪将军要颁，也是一样颁我们的顾问群哈。哎，来，是是是，谢谢谢谢。好，因为我们人实在很多哈，所以如果有名字颁不对的，请你们私下交换好吗？好，好，谢谢。哎，谢谢谢谢。好，这是我们的纪上将哈。好，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陈将军啊，陈将军颁发这个证书的奖杯啊奖牌，要送给我们的顾问啊，感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啊，请你们多多支持我们云云堂堂主哈，感谢，还有我们中国红门武圣山，感谢你们。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还有就是我们的黄堂主，黄堂主也要把这个奖杯呢，颁给我们的顾问，谢谢您，感谢您，啊，请继续支持我们中华门武圣山，我们的云林堂堂主哈，感谢您，谢谢谢谢。好，感谢您。好，总共有18位顾问哈，谢谢你们哈，谢谢，哎，掌声鼓励，来，我们合照好吗？来，我们请我们将军。还是看前面，再看前面。OK， 谢谢，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感谢所有的将军，感谢我们上将，还有感谢我们国安局局长，还有感谢我们的黄堂主，还有感谢所颁发这个奖牌哦，谢谢，感谢您，谢谢。好，总共有5位哈，还有一位。好，谢谢。刚刚还有念到的谁还没有上台？总共有5位。好，好，谢谢。好，另外这个那就请我们这个来带领了啊，各位荣誉顾问呢，跟他们一起合照。好，请看前面。哎，赞，哎，赞，好。还是看前面，再看前面，赞，好，谢谢，局长亲自送给你哈，亲自颁发给你这个最高荣誉哈，荣誉总顾问我们的李成元，感谢，好，请拍照，哎，一起来哈，来一起，来，请看前面，再看前面，好，再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哈，来，好，哎，好，那站好哈，来，拍起。来，来，请拍照，来，请认真的拍照哈。来，我们可以比个赞，哎，非常赞哈。今天整个的黄总呢，他这个就职典礼啊，啊，国安局局长亲自颁发这个奖杯给你哈，还有这个龙盘，你看看哈，龙盘无恙，掌声鼓励，谢谢。好，率领该会大洋洲总会长潘俊龙，哎，学长，还有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林碧荣理事长、张鸿章理事长、艺术总监王品慧理事长，声音上面有写要送给我们的，聘书哈，聘我们那个梁伟进博士呢，我们的总会长、总参主啊，聘任为世界华人企业家的这个荣誉总会长。好，来，来，我们请拍照，来，请看前面。好，嗨，谢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王潘建安理事长，感谢您，啊，还美金掌声鼓励，啊，好吧，啊，不行，你毕竟嘛，啊，台币啊，山水画，来，掌声鼓励，谢谢，送给我们总会长，谢谢，好，总会长，现在的也就是我们聘的我们。成为我们世界华人企业家荣誉总会长，来，再次给他掌声好吗？
谢谢，感谢感谢。还有替数人，刚刚那个来，快走一来。哎，很大声的替数人，啊，这个是要送给我们的内容的啊。好，来一起，来一起。好，那个20万字画请放下来。太好了啊，现在这个我们的聘书哈，这个是我们荣誉总会长，这个我们的潘静雅潘总会长呢要聘请我们中国红门武圣山的总山主，也是我们全球红门联盟的总会长，他是世界华人企业家联合总会全球总会的荣誉证书，来掌声欢迎，来掌声鼓励荣誉总会长。谢谢总会长，总堂主，哎，太好了，来我们比个赞哈，来我们看前面比个赞，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两位皇后，感谢弟齐亨来一个掌声，他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呢，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好不好？齐亨是我们全球红门联盟，也是中国红门武圣山的好兄弟，我们一流的兄弟，金钟影帝齐亨。谢谢，感谢我们的总会长、总山主，我们的刘伟静博士啊，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啊，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节目呢继续进行下去，没问题吧？好了。爱情没有对与错。